凯康专注引体向上十年，八字形脚管，逢倾斜自动回位，十厘米宽稳定脚套，六档高低可调，引体向上，重点锻炼背阔肌和肱二头肌，双杠臂屈伸，可以很好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，双杠抬腿，提高腹部力量，加深线条，有靠背防弯背后倾，反向上拉，锻炼背部肌肉，俯卧撑主要锻炼的是肌肉群肱三头肌、三角肌前束及身体的其他部位，拉绳运动锻炼手臂肌肉，提高肌肉的柔韧性，6厘米加宽主架，质量好到不怕车碾。